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金融摸出的学长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人来到了鳌峰路这里。好，最后这一间是我巨无霸台子的这一场。嗯。然后我们来这边呢，发现台主他有新补了一橱，整橱都是时代的眼泪。像这个，这个当初真的打这一颗，真的打到完全疯掉。嗯。那我们就来小试一下吧，回味一下时代的眼泪的感觉。好。以前都是螃蟹爪。我先把这个带过来了。而且它这个，超新的。对啊，它完全为什么有那么新的、啊？我搞不懂哎、欸。逼来的。对啊。哎、欸。哦，我痛痛。哎、欸欸。差点直接出哎、欸。那我没有，我先把这边，要先把东西做过来啦。哎。有没有很久没打了？超久啊，这个要怎么解啊？捏把螃蟹。然后。嗯、欸。差点。欸它差点脱掉、啊，哇！要回去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重点是要先把它做到最左边去。外丢会断。它都外丢外丢的。嘿，奥蕾，滚！摆好了。哎呀，我帮台主摆好了，脱光。哦。哦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先把东西带过去，因为那上面还有一颗。东西都在上面会很浪费啊！先把那个坐下来，那挖出来，然后那个脱下来，把它挡好挡满。嘿，它爪力超强哎！我先直接脱了。嘿，滚！脱钩来了，然后在拉上面的吗？对啊对啊，这一颗也拉出来啊。太凶，嘿，喂，嗯，有了，逆过去，哦，就是那一颗，嗯，不下来，对啊，先把它，这一颗一定要过去，嘿，下，哎，下来了，下来了，滚下来吧 ，OK， 哎，可不可以直接过去，直接无挡？哎、哦啊，不就人吸起来？你以为他公仔吗？嗯，是不是差了一点？哦，再次，再拉一次。我再拉，我觉得好像有机会呢。没了，没了，那就直接先，我先试试看这一颗好了。其实这个其实还有防御，因为它。前面有一个小斜坡，所以没办法完全贴在那个挡板，没办法贴挡。对啊，来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嗯，还是直接吃下面。嗯，直接吃下面那一个是会补位啦，只是现在这个高度比较尴尬一点。看你啊。好，来。起来，刚刚那个起来，我觉得会出哦。哎哎，吃到。哎哎，吃到。助攻。不会哦，时代的眼泪，非常久没有打这一颗了。嗯。而且这个台线算很好玩了、啊，因为它爪力超强，它爪力几乎可以说是全开了吧。还要再玩一下，再玩一下，我们都打这样子了。哦。而且不一定，不一定，我们还可以再抽奖抽个时代的眼泪哦， oh. 还不错啊。只是现在我希望有一颗能够直接这样飞上去，来了吗？其实逆这一个也可以。上去？不行，不行，它上不去，那就只能其实可以逆这个，可以试着逆这一个。我觉得这个会上去，它抓起来上去，在二楼，因为它直接滚出来也可以。哎呦，可以啦，因为贴近玻璃甩很容易打玻璃。中中，哎呦，你的枪位，你最会了。这样呢？这是你最会了。可是以前那种，以前的话是这样子，哎，就这样就可以了。对啊。不行，
因为它走位没办法很平的在这里。再没关系，我再试一次。不行不行，它下去大概会转这个角度，可到这边又快要回来，我觉得就直接腻了。哎呦，超饱。嗯，超饱再拖。哎呦，啊！哎，后旁。先拉。嗯，先拉先拉，这一颗也稍微炖一下。吃到过去，二。哇，打好。哇，很完美的一楼，我真的很想要打个二楼。哎呦，哇，它爪力超强。他如果吃在那个旁边一个边缘，我觉得我会直接脱钩。来脱，来这样嘞，嘿，这样脱，哟，不行，那一颗逆上去，哎，小上，哎，怎么上去呢？后盘，哎呦，滚上去了哎，这个。但我以为是螃蟹，但我以为它会直接一拍直接脱掉。哇，你的海螺不见了！抓这个就好了，来滑下来。它变枪位。嗯，左边这一颗。超薄。超薄不会脱。嗯。嗯，它过去了。靠！宝夹直接来啊！哎，鸡翅薄，没有。出货咯，蹦！紧张时刻，先拿一颗。前面啊。好。鸡翅后旁。啊，你吃到三爪了。哦。脱。嗯。圆弧。抓得很稳。对啊。算了算了。补一下位置。嘿。要来了，来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圆弧，圆弧啊，不行了，拜拜。好了，我们就打这两颗吧。第一颗算少少出来，第二颗就吃饱了。都说不要啦，但是没关系啦，因为它这台就是前面有斜坡，所以它再怎么样，它就只会在这个距离，它不会贴挡。它如果像这样子贴挡，或者是怎么样贴挡，我可以想办法跟它拼螃蟹啊、鸡翅堡啊，但是它有一段距离。好，没关系。至少我们达到时代的眼泪了，那我们再去寻一下其他的。好，我们来小试一下这一台。吸，哎，哎吸，嗯，吸不过。对啊，再吸一下，吸，吸，没办法吸很远。那我再，那就给它包到底了。哎哎，外丢！哎，它一个哎，怎么会有那个白贴啊？我先想办法把后面的都挖下来。哎，摁进去了。哇，因为我们只要把后面的弄出来，有机会啊，有机会。哎，挖到了，挖，哎，来哦，好一个二楼，动的吗？没拿过，这一盒我没拿过。那再把后面挖下来吗？好啊。哎咻 ，OK， 完美。那这个要拖起来吗？拖起来吗？不知道。哎、欸，这一盒怎么这么轻？这一盒应该是很重才对啊。不知道，我把它整个带起来看看。这样子，很重啊。嗯。它直接脱钩嘞。可以直接出吗？出哪一个？啊，你先出前面。好，捏宝。哦，哎呦，我、欸、按下去了、欸。嗯，那我要必须再吃多一点。脱，哎呦，哎、欸，他怎么没助攻？对啊，不够。哎、欸，不是这样啊。这个是。啊、嗯，前面那个它的那个一楼刚好少了一咪咪，但是如果扒过的话，就难讲了啊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过了，怎
甩打。哇，有这样甩不起来，有点难打。我就用点的啦，用点的比较好。点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点过。哎、欸，好像可以。哎呀，过了呢。过，过。OK， 那我们再小试一下这一个，一个推，这样子一个推起来。你嘞？跟我想不一样，我以为推起来会放那子。但是没关系，这个很重啊。是一个货盘，站起来，掉下去。对啊，最完美的是这样。喂。嘿。哎。那你说后面那一盒嘞？你说后面那个？哎，我先。又不太像哎。先把这个脱下来。一直传说中的终极。嗨嗨嗨嗨。哎呦，但是现在我在想要不要抓这一个补位吗？嗯，这个长盒会补位。逼他、欸、过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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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拨他一下，来呢，越过越多了。哎、欸、就这样子一直拨啊，逼他，可以可以，有机会有机会。哎呦，哦呦，都很怕很怕吃到，变成这样。哎、啊、这个是怎么办？这个不就是很像很像膝盖的感觉。嗯啊，你为什么吃到啊？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，倒啊，有没有没有有没有感觉，有没有感觉？再抓它这一个来哦，撞啊！嗯，再来再来再来，我们这个完美的斜坡，来哦，来哦，哎哎哎，来哦，再撞，再撞，再吃一下应该就有了。哎，哎，那就这样等着等着等着就会出了。可是它很重。谁？前面那一盒啊？应该不会啦。哎哎，那就这样啊，就。啊，金钱攻击！傻哎、欸！哎哎，很重啊！嗯，那一盒没打过，我不知道。那你是要哦？现在抓这个，后面会补位。可是这个在这边是很完美的哎、欸。嗯。嗯。这样子就好。他问题是太阳。抚慰。哎，没关系没关系，这救得回来。哎，来了。有耶。吐啊！抓起来，掉下来，然后呢？逆过去。这样子，哎。哎呦！哎呦！站起来，到后面动。哎、欸。OK OK。撞啊 ！OK OK OK， 就这样。还不出来。哎呦！哎呦，差点。你差点打错。对啊，今天不会了，不会稳了，稳了。稳稳的就好 ，OK。稳稳的就好 ，OK。出来，一起出来，好了 ，OK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又发现了时代的眼泪，这时代眼泪非常的不错。嗯。我们时代眼泪的打完之后，我们又有夹了三个宽盒，但最后面这一盒，有点坎坷，有点艰辛，但是后面是打到400多，其实也还好。嗯。但是那个时候应该1-200的时候都快出来了。哦。那这两个就其实就还好，打没有很多。那我们这次呢，就抽这个吧，时代的眼泪。
这个现在哦，每次讲时代眼泪，这个越讲越久了，现在可能到三四年了，越讲越心酸。嗯，之前一年，一年前的时代眼泪，两年前的时代眼泪，现在可能讲到，这个可能是三四年前的时代眼泪了。嗯，这个是海螺 K 八八，时代的眼泪，没错，就是 K 八八 ，K 八八送给大家。好，那这一颗时代眼泪的抽奖办法一样在片尾，大家去看一下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拜拜。